好。心朝自己，手心朝里。这个时候，右手接着画圆圈，左手画弧线，从下收回来。对，同时收脚，那么收手都到手心，慢慢的画弧线，转动变成手掌朝外，向外翻开，做好。然后两个手呢，一定要微撑一点，不要太直，也不要太弯，对，微微撑一点。这个手掌，前手手掌微微掌根朝外，放松手腕。啊，后手呢，不要太靠后面，朝自己的身体的斜方向。那么整个身体跟自己的手呢，成一个。好。